也曾经你好像待过啊，有吗？我以前那时候在，嘿嘿，差不多，嘿嘿，欧比林嘛，布纳巴。你做过这个代志哦？你为着自己讲布纳巴？不是，不是啦，会乐器啦。哦，那时候哦，算是风啊。那还不然呢？不知道的人就是说，哦，张辉他在嘛是做过哪干哪干戏，就是日本人跟中台湾这个有文化交接的这个阶段嘛。嗯，日本人还是对台湾有感情，和很多观光客来台湾的时候，到酒家里面去发展出一种文化，在这个时候你培养出来一些歌手。都很会唱日本歌，这不是超大呢。哎，唱日本歌够有收获。哎，对，阿姑我又特别爱唱。阿姑，我唱我唱一点。买了阿姑你卖唱，哎呦那，哎，老板给你买，我就一直要唱哎，一唱唱到一半，啪嘛一个双眉打到我的脸上。双眉？为什么？双眉，我可提开讲。我要唔知影讲一个酒杯啊，已经放在涂骹。哎呦，小瓶酒内底个系酸梅嘛。啊，起不要。哎，我讲咧，啊，你唱得足歹听。哦，一个生做七八，安尼，甲肯哥唔知影个提起来食。哈哈哈！哈，真是为着安尼，一个生气娘，我日本歌唔是咧臭蛋的，我跟你讲。安尼。我都可能爱甲偏胖一个看卖。好嘞哦。こんばん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折れたときゃ折れたて世界どうぞ目に埋れたがみんなどこかへ飛んでたそれでもバス園の餌が流行れほらお魚に人に酒これも気楽でああ感觉的，我觉得十一月你比较适合发片。哎，他的内容你有听懂吗？没有。好狠啊，比翁建玉还狠。不是啊，因为我日文没那么熟。我在什么十五岁的时候呢？其实呢，我到日本去住了一段日子。哦。对啊，十五岁我妈妈有送我到日本去念书。哎呦。对，然后我十六岁就回来，但是日文略懂了，不敢说很厉害，但是。就唱一首就好，就趴就好了，就趴就好，就趴就好。那么逝去的爱我 ，Love is over。哎呦，这个厉害！老师会吗？不会就算了。别这样好不好？这个这个人歌他不会的。这种人这头发越来越少，还对我不爽，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你是别去多几的，我瞧惯买你了。那个逝去的爱啊 ，Love is all 吧 ，Love is all 吧。大家都会嘛？这个大家都会嘛？来来，一般。嗨，どうもありがとう。Love is over。悲しいけれど。ボテラストラクアリオロライラ Love is over あなたでこんばんはサラマスフラチャセット大家都听得懂吗？阿伯，你讲，阿伯，你讲，沙龙巴士不拉讲了，到时候，哎，不简单呢，拢无笑呢，一直自己很想笑，很痛苦的。啊，那么还有一首歌，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待过那嘎西的话，那么一定会唱，这个叫做《On No Misao》，有没有听过这个歌？有听过。今天我们干脆就让节目比较日本一点，这样子。其实很多阿公阿嬷。还是喜欢他们受过日本教育，对对对，听一听他们又回到啊，国来试试看，好不好？好。欧娜诺米莎，我们三个人就为了你来苦练了一下。真的吗？哎，那老师，你唱一趴，我们唱啊，不是，还有一个，还有一首歌啊，那个叫做《完璧の母》，
有没有？这首是我那时候小时候的招牌歌，哎，招牌歌曲。嗯，而且中间还有一段口白。暗壁之母，哦，就是一个母亲按在墙壁上。你们讲他的蛮不是的，不是，好像他找他的儿子。一个母亲在海岸边，哦，不是手等他的儿子回来，等到老。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去拿干洗的时候，因为也是不懂日本字嘛。哎，下面我做干壁机呢，哈哈，暗壁之母，有无？那个手灯放在墙壁上，我奇怪妈妈为什么要手按在墙。两个洗衣的，后来才知道哦，是河岸的岸的岸边海岸岸。这个歌我们三个来帮他合一下。来来来，这个是哪个戏的里面的国歌？对对，经典歌曲哦。后来翻成了《妈妈洗刮车》。妈妈洗刮车是另外一首，《花街之母》这是另外一首。哈哈，对对对。不是吧？我们研究结果是干杯干哦，哈哈。哦，对，每个人都同样有这个问题，对不对？不是不是。花街之母是另外一首，刚背起的话是哈哈哇基玛西达，记得就蛤蟆，记得是蛤蟆那些。暗壁之母，记得蛤蟆了，蛤蟆。问问信不信？你记得是哪？我讲，哎，什么蛤蟆？基本是蛤蟆，是金瓦嘴了。真的是花街之母啊！对，花街之母是。一度に聞かれじゃお前のこと。啊，哦，这个才是妈妈。你们是要哪一首？我们啊？你们要点的是哪一首？哎，那我们三个帮他合一。可以可以。我跟你讲，你才知道那个感觉。哎呦，哎。等你的是呢，阿姆哥，一直等无你来。你今晚其实工作都做了，我就是等了半天，就是等你这个日本的口白哎。哦，有这一段是吧？啊，我们三个合音是要合那个妈妈是瓜精。对啊，我刚刚。哎呦，那一部快一点起来，恐腔了。我们要妈妈是歌星嘛。我找不到地方进去啊。对嘛，蛤蟆那去喽，哈哈。蛤蟆是不是？我刚唱到拉。拉。哎呦。是唱蛤蟆了，对了，好了，魏佳佳就。哈几拜就好啊，哈几拜就好啊，哈几拜就好，恁是那一点哈，因为没有喝过，你一点哈呢，一朵一点为头一句开始唱，对啊，你不要让他唱落去，哈几拜就好，几拜，哈几拜，不好意思，因为比较无交代，拍什么？老师，拍谁？拍谁？再拍谁？再拍谁？哈几拜，刚刚无啥好听嘞。你啊，有你们海问的话，你讲咧，台湾小孩哦，你啊，足久无，因为下一摆用讲的写晒，用唱的怪怪，那也足奇怪。不是，这节目很隆重哎。对啊对啊，啊不我嘛是真隆重。我那是啊，
安尼。啊。爱唱了那个好几摆。啊，两次。飞机到几一摆才出来，是不是啊？嗯。一摆哦，飞来。哇！今天给我们在最后带来一首歌，以向观众，好吧？好，带来这一次这个主打歌曲嘛。好。哦。什么歌嘞？歌名忘背不起来，掐脏好吧？你现在在跟谁说话？哎呦，笑不笑啊？啊？你今天刚刚共解，现在什么解呢？哎，掐死！哎，他到底在跟谁说？我满嘴哦，他的宣传在那边啊。对对对，唱有味道一点点，属于你，你绝对会发挥很好的。多几点？红不会刷。烘焙刷好，黄以玲给我们带来的烘焙刷，谢谢。